最壮观的生死之斗。哎呦，两只狮子走过来了，一个小时我就看见我们所要看的是吧。你的鸡腿被老鹰吃掉了。跟着说，最狂野的非洲之战，超多的牛人。你怕不怕要牛伤害什么？哇，他们这样兵分几路啊？周五晚间10点，三立都会台《动物大迁徙》，艾玩客指导黄龙。